日，周杰伦携妻带子澳洲度假，享受休闲时光。1月2日，周杰伦在社交网站晒喂天鹅的照片，并配图俏皮地称：“我的老天鹅啊，希望你们常来做客哟。”照片中，周杰伦身穿清凉短袖，依靠在海边的栏杆上喂食一群天鹅，十分的悠闲接地气。周杰伦和昆凌26日被网友直击现身澳洲黄金海岸，昆凌身穿细肩带吊带裙，展现窈窕身材，周杰伦则穿着宽松短裤毛T，两人都穿轻便的拖鞋在商场逛街，享受愉快的圣诞及新年假期。而有两人路透照片推估，小两口这趟恩爱之旅足迹共横跨了3大洲。周杰伦日前才和昆凌赴日本东京旅游，平安夜当天他还在阿基晒出合照，结婚纪念3周年，但昆凌却抛出极光照，表示去了圣诞老人的故乡，地点疑似在芬兰。周杰伦昨夜陪着老婆出现在澳洲，令人相当好奇两人的移动速度。对此，周杰伦所属的杰尔音乐回应，公司不过问私人行程，昆凌经纪人也表示不清楚他的行程。